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8月3日，球迷帝豪沙拿夺赛季最佳球员。英国媒体 BT Sport 组织投票，由球迷预测英超新赛季的最佳球员，沙拿获得 20% 选票最多，夏兰特获得 12% 选票排名第二。BT Sport 组织球迷投票预测英超最佳前五名，沙拿 20%， 夏兰特 12%， 齐云、迪布尼 10%， 朗拿度 7%， 哈利卡尼 7%。 多谢你看收听同支持，记住记住要赞我的看短片同关注我的看频道。